今日吃醉各位学员，各位同心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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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坦白讲吼，今日我要来上课的时阵吼，我心情是这几个月以来啊上界欢喜的一天啊。拜托拜托，啊恁伫拍破是啥物意思？恁拢唔知影，安尼拍破啊，好奇怪哦。哦，我欢喜恁就欢喜。我，这假的。唔知影原因，阿公拍破啊！我若互恁害害死，我甲你讲，各位，真正足侪好好康的代志呢。大兴吼，我甲各位报告一个代志。今年唔是今年呢，顶个月礼拜2月28号，日本参议院的参议员。叫做山谷 Yamatani Nachiko 参议员，参议员啊，伊向日本政府提出一个第43号的质询的议案。这个议案伊讲啥？伊讲伊要请教日本的政府，到底你台湾这块土地？是有幸福中国啊无？还是敢若放弃主权权利？阁讲一摆，伊问日本政府，到底你日本政府，当然是爱讲咱啦。咱日本政府是放弃台湾这块土地，予中国啊无？因为中华民国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拢叫做中国，有好意无？啊是敢若？像吉田茂所讲的迄句话，放弃主权权利尔尔。2月28提出这条，伊奈提出这条，为什么？支持台湾地位，我跟你讲啊，证实啊，我跟你讲，因为咱台湾民政府。在这段时间里面一直不断写文章寄给他的参议员和众议员，当时我们做一个事情非常的重大，就是12月21日去靖国神社去参拜，23向日本天皇祝寿，这个事情、日本政府可以说走一条呢，我哪知讲伊惊一条？你唔知袂当胡白讲啊！因为顶礼拜，咱民政府带美国的代表蔡明华，咱的副主席，伊去参加日本领事馆的一个音乐会。你知影伊去的时阵哦，第一句手甲压落，日本的大使安怎讲？阮日本政府已经甲阮通知，阮所有的大抵外口的大使，你台湾民政府派150个台湾民政府的内阁去靖国神社参拜，同时向日本天皇祝寿。所有的哦，伊有190几个，迄个外口的大使馆哦。隆重接到这个通知啦，各位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当然，伊若接到这个通知的时阵，而且接到这个通知，你甲看，中华人民共和国
有跟批评无？有无？没有呢。中华民国有跟恁批评无？嘛没有呢。啊，这为什么？因为咱是本土台湾人，咱不是中华民国。李登辉代表中华民国去靖国神社个参拜，回来后所有报纸拢是头版的个批评，带了伊个台联的主席，迄阵叫做苏进强，带四个台联的人去个拜，回来所有的媒体个批评，而且去机场个啃石头，咱150个去参拜，回来。有代志无？没有呢。是安怎？因为咱是照法律，我们做得好，我们做得对，这才是爱拍破啊啦。咱这个参拜，我有甲各位讲过，我属性就讲啊，这个参拜是你创啥？两点：第一，去参拜靖国神社。靖国神社内底有39,100名的台湾人，和日本人，的靖国神社伫个参拜，伫个奉祭。这39,100的人，的台湾人，虽然是死亡，虽然是战死，但是啊，总是比228去予中国国民党，予中国人害死遐人啊，搁较光荣的。228的中华民国给你拜无？无啊，伊讲迄应该，因为台湾人是日本人啊，你战输啊，刷入去将台湾人掠去入去中国战争参加伊个内战，去予战死的遐人有给你拜无？没有呢。你看迄个态度差偌济就好。你若听惊了对的论述、法律，全世界拢给你尊敬。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给你尊敬，你绝对吼无法度理解。但是咱受的教育什么物件？万恶的共匪，反共抗恶。我有讲几下摆，中国共产党甲咱台湾人敢有关系？无啊，无关系啊，甲咱台湾人哪有关系？无啊，台台湾人诶，毋是共产党诶，是国民党诶，你不要搞错呢。但是你甲看卖啊，即马国民党的人和中国人做朋友，因袂记哩啊！啊，咱台湾人伫遐咧去共产党，咱是毋是头脑爱改变？在座各位无毋对，你今日来咧受训，就是咱因为民政府后过的内阁参议员，你若无受过。高级班的，他们说抱歉，你没有办法担任。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你搞不清楚嘛。所以不是初级班啊，上一次啊，这样你就头脑清楚。我请问各位，咱有一个台湾民政府的官网，有去里面去注册，拿手我看看，去注册，请你去手放了，还没去注册，请你要去注册。你讲哇，注册好难，不会很难。问你一个问题，真简单，1+1=多少？二啊，安尼有简单无？安尼有简单无？哎、欸，啊你别，你1+1=2，有简单无简单？搞不清楚。1+1=2，有简单无？二嘛，我已经跟你讲答案嘛。但是你爱写讲你是第几期的啦？因为咱过来有真侪代志，拢会伫咱的网顶来公布。2月28日，日本的参议员山谷亚麻塔尼在日本的国会提出，即阵第43号，照道理来讲啊，应该是今日3月初9，日本政府爱回答。即嘛，日本政府已经回答到41案，过来42，过来43。我甲你讲，日本政府的回答一定是安尼。伊讲，像吉田茂讲的无唔对，
日本无放弃台湾的主权，是敢若放弃主权权利。各位，这个话上课我有跟恁讲无？有无？嗯，啊恁啊，恁是无良心的。我有跟恁讲啊，恁嘛较大声，我有跟恁讲无？对啦。啊，所以日本还有啥主权义务呢？啊，我哪会知影？我有读册啊。今日日本哪有主权义务？台湾这块土地是谁的？日本天皇的。谁的日本天皇？真简单啊，我再讲一摆。1895年4月17日签马关条约，日本叫做下关条约。马关条约内底是讲啥？大清大皇帝，大清大皇帝含什么人？含日本大日本帝国的陛下，伊这是日本的啦。日本写的时阵吼，就是大日本独国吼，写伫头前啦。啊，那伊汉文的吼，就清国吼。清朝啊，写在头前啊，皇帝对皇帝看好清楚呢。皇帝跟皇帝签了条约，讲将台湾和澎湖这两个地方啊，跟台湾的周边群岛啊，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。所以这块土地什么人的？你若讲日本政府的错呢？所以，咱所受的教育，甲咱讲哦，割让给日本，错，灵魂呢？那讲日本天皇对，因为啥呐？日本天皇甲日本政府有共款无？完全不一样嘞！日本这是一个帝国，伊是二元的国家。二元什么意思？两个头啦，讲较白就是。等于两个头，但这两个头内底，天皇较大，政府较伫下骹，就是政府都要经过这议会算出来，首相都要写一个，甲日本天皇报告。哦，我即摆已经当选吼，啊，做这个首相，将这个文啊，呈递给日本天皇，日本天皇接到，就讲嗯，好，我同意。我将我遐领土、我的国土、黄土啊、皇帝土地啊，交予你首相去管理，这真清楚啊！啊，有人听无？我阁讲一个较简单的例，予你听。我有一只计程车，西西，我这只计程车来卖予咱的潘志宏，咱的班长。请问，这只车过户以后，这只车的所有权谁？上诶，潘志宏诶，对不对？会较大、较好胆咧啊！遮简单诶问题呢，我无啥物秘密啦，我来讲哦，都照法律啦，是毋是潘志宏诶？是毋是？啊那毋是你举手，啊那是你举手，啊对啦对啦，安尼恁巧啦，伊即摆要甲恁骗嘛真困难诶。啊潘志宏哦，伊不爱赛啦，伊讲哦，我互阮囝赛。当然可以，皇帝啊，交予因囝首相啊，因囝去赛，去共弄掉啦，害啦，弄掉以后安啦，爱赔对不对？战争共款嘛，首相发动战争，战书你爱赔啊，啊即摆要赔，因后生讲，啊无我这只车卖，诶钱来赔，你讲会使哩无？可以不？你哪样巧？是怎样不可所有权是他的呢，我们的潘志宏他的呢，你要他买，他如果不同意，潘志宏如果不同意，他们要他买可以不？可以。啊，你听有啊，对不对？回来就换国家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联合国说，这个杜勒斯去找日本天皇啊，日本天皇跟他说啊，伊讲吼，战争毋是我发动的啦，军国主义东条英机啦，
伊当伊都足强诶，啊，都伊都一直要发动战争，我都不得已啊。所以联合国伊决定讲 ，OK， 同盟国啦，伊决定讲，安尼，你天皇无代志，我来处分东条英机，说东条英机啦判死刑。东条英机判死刑，台湾这块土地，日本政府嘛无法度处理，啥啦？日本政府头脑真好。1945年4月7日，日本天皇诏书甲公布咧，为1937年伊就开始做啊，先皇民化，一直到1945年4月7日，将日本将这个台湾这块土地，和人民啊参政权甲参战权，哇，这真重要，参政权甲参战，台湾人民啊摕到以后啊，这块土地就变啊，性质就改变，由殖民地啊变作啥？变作领土，变作。黄土变成领土，变成黄土，万国公法里面有规定的，这就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啦。所以旧金山和平条约对台湾这块土地，日本政府无法度给挂出来了，这真简单。你如果是殖民地，抱歉，就可以挂，像像像波多黎各、关岛、古巴和菲律宾，美西战争1898年的时候，在1899年巴黎条约，这四块土地就去卖，去给挂给美国去。用那个波多黎各来说，已经百几年嘛，1899到现在2012年100多年，这块土地敢有变成美国的土地？没，照道理它是殖民地啊，但是美国敢有在这块土地实施宪法？没有呢。所以那阵是殖民地挂下去，要过是殖民地，除了说美国人同意说以美国的宪法在这块土地来实施啦。啊，那伊那无甲实施啊，这块土地无法度变成美国神圣的不可分割的领土。所以波多黎各人也谈了真好哦，你会记哦，伊安那好啊？比如讲哦。啊！你波多黎各，啊，无你独立啦，互恁独立啦，啊！咪全世界大家拢足爱独立，敢那台湾人讲，哇！你爱足爱独立，互你独立啦。波多黎各，我哪会独立？我唔免独立，我若欠钱，你爱付我，你甲占你啊？我若我爱武器，我唔免买啊，你爱来啊，你爱派卫兵来啊，唔免做兵啊。甲美国你做生意，唔免交税啊。对，台湾这块土地跟波多黎各现主席的情形同样，是什么？占领地啊，占领地啊。有的人说，啊，我怎么没看到美军？各位，我有说过，所谓的占领啊，这块领空，我宣布说，谁的飞机都不可以飞过，啊，如果飞过，我就应该打下来。这个领空啊，我占领。美国在伊拉克、在阿富汗，常常在做这番代志，就是讲，迄个所在伊若控制，伊就是占领，等于台湾这块土地，美国的军事占领。虽然你无看到兵啊，但是你随时，若要美国人，若兵啊，若要互你看，随时你都看得到。八八水灾的时阵。美国的直升机来台湾，直升机的女驾驶比那个背章给你看，无讲话比给你看，那表示什么意思？您拢无看到美国人，我就死啦！伊真正直升机敢有来去救灾？无呢？但是呢，一发就落来，伊的直升机来，敢那去钓那个山猫呢？还阁钓唔到所在呢？各位，迄一个政治形态也表示娘娘啦。阁真简单，你甲看迄只加油机啊，空中加油机啊，空中加油机迄只、迄只，迄空中加油机是偌大只？你知唔知？比747阁较大只。伫上山降落，阿姨即马甲你讲啊啦。我来载一名婴儿啊，救护的，
实在讲吼，咱台湾的医疗水准吼，未比美国较歹啦。你有看无 ？KC-135 这偌大只呢？这偌大只呢？我跟你讲，这架飞机要降落的时阵啊，无经过咱的塔台，这架飞机啊，你起飞的时阵哦，反方向给你起飞。一般来讲，哎啥逆风对不对？伊无，伊顺风给你飞啊。啊，而且呢，唔是叫塔台，现在塔台是管制民航，伊军方啊，伊家己来。各位，这是随时让你看到美军呢、啊，让你随时都看得到美军呢、啊。啊，哪有人要跟你讲我看不到美军呢、啊？我还有很多例子。有的人说美军老早就撤退了，美国的美军如果真的要撤退，美国军事政府要撤退的时候，要经过美国的参议院还是总统宣布，这样叫撤退。到今天为止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今天为止，美国总统从来没有宣布我从台湾撤军。美国有宣布伊拉克撤军，阿富汗撤军，独独从来没有讲过台湾撤军，但是呢，到今日为止，要个美国全盘掌控台湾。过去因为咱所谓独派无了解，是为着反对中国国民党的统治，才有这个独派发生的，是要将中华民国。国民党要甲因老倒，安尼念念，将来都唔捌讲要为咱台湾人来创啥。四百年来，台湾这块土地唔捌有台湾人家己来管理家己过。四百年来，头一摆，咱本土台湾人向美国控告美国，要来争取咱家己来管咱家己。你会跟我讲，这块土地既然还是日本天皇的，安尼人命怎样？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已经讲得真清楚啊，讲什么讲清楚？就是讲第一点，第一条内底有讲，日本天皇已经未当直接来管理伊的日本天皇的遐黄土啊。遐荒地、土地，伊袂当直接甲你管。麦克阿瑟去做一个和平宪法，取代了明治宪法。但是各位，战争以后，日本的迄个明治宪法，现主席伫台湾有没有效？你嘛真巧呢，因为宣布以后无讲取消嘛。咱这是法律呢，敢若袂是亲像讲，你和恁某结婚，啊已经登记好啊，你甲恁太太中间这个婚姻的关系，若无甲办离婚，还是法院甲你判决，你甲恁某的这个婚姻关系是永远存在呢？同款啊，日本的天皇。在台湾这块土地公布了条宪法实施到今日为止，日本天皇的诏书无取消啊，所以两个月前，当日本的外务省来拜访咱民政府的时阵啊，咱提出那个1945年4月7日的诏书给伊看，我甲问啊，请问？这个诏书有效啊？一看有效，我阁真惊呢。我讲啊，为什么有效？为什么有效？为什么有效？哈哈？哦，对啦，有天皇的印啊啦。天皇印啊，无人家讲无效呢。天皇印啊，搁伫咧。在那天，当时那天啊，还有两个法律咯，一个是同样那天，法律
第三十四号，甲发到193号，内底讲啥？你台湾迄当阵是中毒吼，台湾的中毒户啊，就台湾这块土地啊，会当选派三名的参议员、五名的众议员去参加日本的国会，这有效无？有无？绝对有效，因为外部先看。天皇的印在伫顶悬，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日本政府无甲取消呢，趣味哦，安真趣味哦。所以我感觉这是吼、哦、老天的安排啦。三十四号即马换43号的即阵，山谷参议员问日本政府：你到底日本政府？是将台湾领土还给中国啊？无，啊是讲你日本政府这块土地，你放弃什么物件？日本政府若回答这两天啊，所以各位大家拢是真好嘞，恁拢是徛伫迄个历史的点顶端。这两天若宣布，我甲各位讲，所以你要去咱的网上去看嘞。台湾民政的网站啊，我将我的名片来分给恁啊，恁等于吼，你若不要拍嘛无要紧，你叫你的囡啊，还是你的孙啊，拍给你看，啊，甲设定，甲加入我的最爱，卖甲提掉，欢喜就去甲点，两天皆看一摆，逐天拢有进度呢。咱即摆进度是讲足紧的，惊甲紧甲会惊死人啊！紧甲吼，你家己会惊讲吼。啊，那会安尼，那会变安尼。过去台湾四五十年、三四十年内底，这独派，行四十几年，愈行愈倒退。干那会晓甲你话讲哦，要加入联合国啦，主权独立啦，将来都无爱面对现实，叫法律来讲咱的地位。讲较简单嘞。你台湾人若无承认讲你战败吼，你永远都袂战胜，都打不赢啊！战败有啥物代志？当然啊，人美军当时死偌济人，所以美军死遐尼啊济人，你甲美军讲哦，啊你叫滚开！这中华民国这所谓的将军啊、将军啊，甲中国搞的讲，国军含共军。都是中国军，你看到鬼诶！咱毋是国军呐、啊，我是台湾军呐、啊。咱绝对毋是中国军。今日台湾人毋对诶所在啊，你无承认讲你是战士，战士有战士诶责任。啥物责任？真简单嘛，占领者，伊若讲啥？哪卖违反人权，咱拢只有安那服从。啊，伊若违反人权，咱就甲告，很简单啊。所以美国即摆你甲咱指导，即摆你下指导棋啊，我们乐于接受。2006年十月二日，咱告美国。2009年四月七七，宣判。表面上是三点，其实是不止三点啦。对三点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身份的政府，本土台湾人生活是政治炼狱。什么是政治炼狱？你知无？你都戆戆伫内底伫登票啦，迄叫政治炼狱啦。把你关了，你唔知影。被关掉了，一个很高兴，你选总统啊。第四点是啥？第四点就是高院迄当阵有咧讲，高院法官问国务院的律师啊，旧金山和平条约今日已经无效了吗？国务院的律师啊，答不出来。伊讲我甲你讲，当然有效。即句有效的意思就讲，23条美国是台湾的军事占。
那个主要占领宽广啊，有效啦，要搁你军事占领中啦。第四点，第五点，司法单位要求美国行政单位，你爱主动协助这些原告，因的要求，咱的要求是啥？所以无怪美国即摆国务院、国防部拢甲伊问讲，啊，你民政府伫要求什么东西？我们要求什么？哦，你是心伤碎呢？干那好食，我袂满足啦。干那好食要创啥？要求啥？主权哦，伫日本天皇遐啦。管辖权呐、啊，自治权呐、啊。所以我讲台湾无法度，暂时啦吼，无法度建国啊。会当自治尔啦。因为除了讲日本天皇，今年过来甲反腐一下，看伊甲你同意无？我是袂啦，很困难啦。习近平甲伊讲啊，去年习近平哦，透过美国，甲压迫日本的政府讲，我习近平要甲迄个天皇见面，奈拢见袂着。美国讲可以见啦，一个见面伊讲啥？习近平讲天皇讲啥？我即马中国有钱呢。啊，我会当甲你买啊，无你台湾买我啦。天皇甲讲啥？我皇家的土地毋捌伫卖咧，皇家土地没有卖过。啊，无要紧啊，啊，你着建树啊。旧金山和平条嘛有讲啊，互咱台湾自治啊。啊，自治是管你家己啊，各位。你想看卖？你的头壳内底，因为后摆拢是官员咧。在座拢是每一个拢是民政的官员，咱自治较好，还是要建国较好？恁、巧呢？因为自治会当啦，第一免买武器，要求免买武器，趁死。我跟你讲，第二唔免做兵，这查某讲到我无要紧啊。不管你啦，有做过兵啊、那个要求赔偿啊！我未讲完的啦，啊赔偿以后钱拢爱有太太啦，哎好唔好？查某会欢喜的嘛。过来第三，免缴税。啊，若免缴税哦，所有的台湾人哦，不管查甫查某拢赞成啦，我嘛足赞成的。还有很多好处啦，再来就是你美国，我台湾这么多好好山好水，做给美军嘛。美国现在亚洲的地方，那个琉球在赶，全世界都在赶，我们台湾说请你来，你来这，你来驻军啊，驻军就等于替咱呐，侨务兵嘛。你若去请保全公司，你也钱呢。啊，若叫伊来驻兵哦，还是应当的呢。啊，你台湾人袂晓吗？我甲你讲，甲迄一天哦，迄一天的时阵发生的时阵哦，我甲你保证啦，台湾人无人要建国啦。啊，你就真正建国啦，台湾变作鬼流的。家己啦，咱家己啦，可能咱真正建国啦吼。咱头脑想，咱头壳吼想袂清楚啦吼。啊来建国啦，真正建国，你讲建国有啥物款呢？第一，查甫爱做兵啊，保卫国家嘛。第二，爱买啥武器啊？对不对？啊，做兵都爱买武器嘛，对不对？第三，啊缴税，时间吼，台湾吼会变作十二个国家啦。啊！你若甲日本合作伙，日本不管伊是咱的 Commonwealth， 咱的联邦还是邦联呐、日本的一部分呐、但这一部分哦，唔是伊的领土哦，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甲切开以后，咱甚至会当甲日本天皇讲，那日本天皇讲啊啦，报告天皇，我台湾的总理嘛是同款，你日本天皇爱的任命。啊！你日本天皇的照你的宪法，日本天皇甲
甲这个日本的总理啊，迄、那个关系叫切断去啊，伊是国体，这个政体，伊袂当甲管。你会当来利用台湾的总理来去管日本的总理，这你听有无？因为伊日本的原来明治宪法伫台湾实施，甲今日无取消啊。啊你，咱甲咱台湾来写一个基本法，这个基本法就是日本天皇同意，伊若要透过咱台湾的总理，会当来管辖日本的总理。啊，日本较大，台湾较大，巧啊！啊，这唔好吗？这唔好吗？你听有无？我讲这個意思，你听有无？我阁讲较清楚，你听吼。因为各位后摆拢是咱个民政的官员啊，所以你只爱听清楚呢。即摆现主是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，甲迄个日本的和平宪法。日本天皇直接要管日本的总理啊，是无法度直接管出，没有办法。虽然啊，日本的总理算出来，啊，阁是赶快爱去甲总理天皇啊报道，啊，天皇来任命。但是咱台湾的情形和香港甲中国的情形差不多呢。香港这块土地是当时是割予英国去啊，后尾啊。英国放予香港这块土地，其实香港这块土地，伊会当设一个香港基本法，甲台湾甲日本的情形一模一样。台湾基本法没有错。当时香港的基本法是啥？中国派30个人，香港派20个人，定了着香港基本法。台湾今日那阿未定台湾基本法以前，就是迄个明治宪法，伫这个台湾这个土地要实施了。等等，让我讲啊。虽然明治宪法马卡萨阿未甲切断，虽然马卡萨伊是干那讲着日本迄个土地，无讲着台湾，但是台湾这个土地会降来甲要求。讲，哎，当然要要求，哎，甲美国讲，伊是占领者嘛，哎，甲美国讲 ，OK， 我的人权保障，请你帮我台湾订定台湾基本法。除了就讲日本的政府设一个分离条款的宪法，安尼台湾才有可能建国啦。讲起来非常的简单嘛，但是因为过去。台湾的地位拢行唔到去，所以非常的怨叹。你甲看，民进党行到尾也无路，安怎讲？未来的一中啊，夭寿！咱前细汉，我嘛真细汉，迄当阵啊，支持民进党为党外时阵支持到今日呢，行到尾啊，讲甲你宣布讲未来一中，你敢听得落？所以南部。足是乡亲啊呐，怨叹啊！啊，你讲伊唔知啊吗？伊唔知啊，咱这个论述，伊一日行到尾啊，感觉讲，啊，都马英九安尼敢那对的，啊，无美国计支持马英九啊，啊，马英九迄个是中国啊，啊，所以伊讲未来一中啊，蔡英文讲的啊，其实，那知啊咱这个论述，阿扁已经知啊咱这个论述。伊知影咱论述，所以阿扁啊本来要写台湾地位，唔敢写，落尾唔敢写，因为咱台湾地位，我甲送三本册去互伊看，看看伊讲这对啊，伊敢那甲我怨叹一句话，你说你乃无较早写，我老早就写啊，是你无时间去甲通尔尔啊，你来看吼、哦，咱这个论述，唔是讲到今日。2005年、2006年的时阵，这论述拄啊你讲的时阵啊，我唔敢写煞伤紧。拄啊开始写的时阵啊，我是为美国军事战略开始来讲。迄当阵一寡无读册，就甲你批评讲美术，你捌听无？美术是迄个是超过会讲的啦。讲咱是属美国啦，迄当我就咧笑啊，我就讲这推阿面的吼。
过半年吼，你着他敢冒一烧个？为美属，因甲恁讲，我从来没有承认是美属啊。渐渐一个演变，演变到日本天皇变作咱真正的这个论述，真正的论述是啥物啊？日属美战，日属日本天皇，属日本天皇，但是美国军事点呢？今日台湾这个土地要解决的，就是讲要安怎来解决日属美战台湾的地位的问题啦。所以2010年的9月7日，伫办迄个酒会时阵，美国的5个单位来参加咱的酒会，送咱迄两张图，我爱甲你讲话哦。一张图就是日本的二重桥，日本天皇皇居啊。正边就是美国的奥巴马宣誓，佮咱交代。恁后摆所有民政的办公室拢爱挂爱这两张图啊，爱挂到顶管。当时甲恁讲的时阵啊，咱嘛伫想讲，这两张图一定有某些意义。迄当阵台湾 civil government， 咱的翻译叫做台湾平民政府。后尾啊，咱叫做台湾民政府，因为USMG 啊，美国军事政府甲咱讲，伊讲过无偌久，我美国军事政府会用美国军政府翻译啦，所以希望你台湾平民政府会当甲改做台湾民政府，意思同款啊，那个甲美国军事政府啊会当搭配起来，所以咱改做台湾民政府。咱台湾有真济团体就开始学啊呢。创一个福尔摩沙平民政府，还是台湾什么挖沟什么东什么政府啦？咱雄雄改做台湾民政府，万一错一条，叫人来甲我问讲，是安那发生什么代志？那欠一字，我还袂记你写啦。甲装笑的，我甲你讲。遐个人想要来抢台湾民政府即块招牌，你想讲有困难无？有诶讲哦，民进党比你较大啦，有几啊十万人呐、啊，美军来即摆吼，敢若是迄个小美琴去美国甲美国政府讲啥？你若美国军事政府即摆吼，我民进党马上将中华民国甲弹掉，马上改做平民政府。比如说没不用，我已经有一个单位，我有你个支持，台湾民政府，到今日为止，告美国的是什么人？咱嘛，台湾民政府嘛。伊拉克，美国跟英国去个见面的时阵啊，在伊拉克啊设立伊拉克。民政府，当时的伊拉克有几个民政府，你知道吗？20几个啦。但是美国承认对一个，为华盛顿 DC 迄个民政府给调倒转来。今日2010年7月7日，美国正式帮忙咱台湾民政府伫华盛顿 DC 设一个办公室，为2010年7月7日到今日为止。那辦公室還在呢，那辦公室在，你們大家有出到錢嗎？有嗎？要量公量心為，你當時有出錢？沒啦，你當時出到錢？我也沒，奇怪呢，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呢，什麼人出的？那是你說的，美國現在驚啊，去跟我們鬥三天，都美在後面，都不愛說他啦。海这边这民这这外口这人哦，讲哦啊，这个台湾民主那遐尼啊侪钱啊，讲我啦，林志升加何瑞元加迄个蔡基元拢贪污啦，哼，哦，你唔通想讲恁交钱我免交呢，我嘛照常交呢，
恁一万块授粉，我嘛是一万块授粉的呢。即马第二届、第三届、第四届、第四期啊，我嘛照常交钱呢，但是我唔是交一万块啦，我换交三千块啦。但是其实高级班的最后一期啊，啊，所以呢，从即马开始，就是11号结束的时阵啊，咱民政府的各个州全部要征除。有迄个高级行政班、甲高级参议员班啊，有迄个证书的迄、个人啊，才会当来争取伫咱的民政委内阁的内底。啊，所以我有先甲恁讲哦，这是很主席一期的最后的一期啊。啊，所以你若总无伫内阁内底，无方争取的，你讲我后摆来补选，歹势。后摆就后摆再阁讲，所以呢，这是是安怎？今日大家人爱来遮受训的原因嘛？啊，你知无？啊，你欢喜无？拍手啊！哦，这个办公室啊，各位，即马真重要的代志，因为遐论述。过去遐论述，伫初级班我拢甲你上过啊。但是你有诶，则有真少数啦，很少啦，几个啊尔。雄雄跳来高级班去上课诶，你若初级班你无报，歹势，那个结业证书袂当互你。初级班爱报，因为初级班就是甲你讲，即、这个民政府即个法理诶物件，你嘛是爱知影。你若毋知影，你就无法度来接即个高级班。啊无吼，你毋相信。你外口凊彩甲伊讲哦，台湾这块土地是本天皇的，会去用扒呢？我白讲，啊，国民党都唔是安尼甲咱教啊！啊，日本已经放弃啊！你伫外口一定安尼甲你讲。其实真简单，我头路讲迄个计程车迄个字，你教予你的后生去使去共弄着人，你弄着人是啥物意思？当然是大战嘛，二次大战嘛。啊！你战败，敢去共弄着嘛？啊，弄着安怎？爱赔嘛？啊！你赔，你要共政府要共赔这只车，无可能啊！天皇爷啊，你爱去问天皇同不同意啊？啊！就占领不依转主权，啊！那领土不可以分割，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袂当分割，这是国际法内底物件，万国公法内底写的。啊！你讲啊，有迄个例无？有马关条约当时要将辽东半岛啊挂予日本，马关条约上头嘛写哦，挂予伊哦。但是挂以后，三个国家出面哦，意大利、德国加这个也做美国出面哦。你讲买日本，你袂当，你袂当摕迄土地，迄是神圣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你爱行伊。无大啊！日本政府安那，甲大清帝国阁签一个，啊无你赔我3000万，迄、那个白银啊，银元啊，啊我行你。这是万国公法的规定，所以我一直咧讲，咱台湾人少年啊，爱改教什么样叫做万国公法。你若知影万国公法，你若知影这个条约，你若知影政权法。咱就会当唔免去用欺负啦。咱遮尼啊细，咱毋是美国遮尼啊大，苏联遮尼啊大，俄罗斯、英国遮尼啊济所在，较强的国家，因都爱去读战争，唔免读战争法。但是，伊若真正讲战争的时阵啊，伊袂当讲照伊家己的意思，我想要安怎做，我就来安怎做，因为。渐渐化是伫1830年拿破仑以后有规定，我甲各位重复一次，啥物叫做渐渐化？5个条约，5个所在，5个基本的物件啦。第一，海牙第四公约；第二，日内瓦公约；第三，红十字会的总章程有关战争的部分；第四。美国陆军总署的野战手册3000几条，
第一个，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，这五个合起来就是啥？健检法。所以这五个呀，有一点难呢。互相中间有牵制，但是我直接甲各位讲的这些物件，拢总是健检法内底的原则啊，甲条文，无一个是我家己创造的。咱就是台湾这块土地，拢照国际的健检法内底的规定来讲的。所以美国给咱个变到今日来啊，我歹势讲导航啦吼，但是美国差不多导航啊啦。尼希拉瑞要讲南海，都叫咱瑞士啊呢，用 Roger 你这方面你有研究，啊不你来写南海的论述，咱听一下呢，伊落来发表南海上的，你知无？上的。上诶，对啦，讲日本诶，对啦。日本，啊，若要讲较近诶，就啥？台湾诶，高雄啦。高雄伫1939年已经有宣布，西沙群岛甲南沙群岛合起来叫做新南群岛。所以今日越南、菲律宾、文莱、中国、马来西亚。在那裡唱，他不是唱得壞呢，一片海有什麼好唱的，對，石油啦，他下面的石油啊，的含量啊，是比沙烏阿拉伯啊，還在兩倍到三倍多啦，所以我跟你說，頭一次，後個月四月份，美國跟菲律賓要联合军事演习，在伫南海举行。但是有一个真重要消息，日本的自卫队头一次参加因的军事演习。为什么？是安那讲四月份要甲参加军事演习，刷落去日本的参议会，一议员提出来问讲。啊，台湾到底有无中国无？啊，是日本啊放弃放弃什么物件？各位，国际上的演双簧啦，你爱看有啦？演什么双簧？日本今日来参加美国跟菲律宾的军事演习，伊那唔是讲台湾这块土地是伊的，伊有啥物资格来参加军事演习？啊，国日本离菲律宾遐尼啊远啊，有啥物原因来参加军事演习？对，台湾是日本的嘛，啊，你听有无？有无？打破啊嘛是应该啦。我跟你讲吼，看国际新闻啦，爱知影这物件。你若知影这物件，你看你就看有啦。啊，若看无的吼，啊，那看过啊就刷去。啊，袂晓去想讲奇怪呢。啊！日本遐尼啊远，搁让一个台湾，啊去参加军事演习，为什么？啊！伫南海，美国叫日本讲，你甲越南讲，你甲菲律宾讲，你甲文莱讲，日本难道日本拢甲未甲问讲？啊！南海跟我日本啥物关系？南海是日本的啊，因为南海是台湾的啊。因为台湾是日本的啊，安有清楚啊？咱拢去予人算计啦，但是咱台湾民政府袂予人算计，咱甲算啦。因为咱要安怎做，伊爱照咱的意思啦，你讲对不对？对。咱要安怎做？当然，咱就是甲逼美国。顶礼拜25期的时阵啊，我伫迄天礼拜时阵啊，我有签一个物件。这个物件就是美国的 USMG 啊，国防部啊。伊甲我讲哦，Roger， 卖阁告我啦，我有惊你啦。你直接来申请
USMG 的护照啦，我来发啦。二五期，当然那是初级班的啦。那天中午我签，顶礼拜我签的，长消息来了，申请票到位。我本来想讲，顶礼拜我讲，啊，若我摕到护照，咱就拢摕到啊嘛。但是即马申请票到位，所以咱决定讲安尼，予中央决策委员含咱个州长、副州长代先行。礼拜明仔后日啦，免开会啊。州长、副州长甲中央委员啊，先申请先行。但是你爱有你个身份证，我袂记问啊。在座各位有身份证个，你举手。是中华民国的啊，不是中华民国，我讲一摆啊，有咱的民政会身份证的举手，好，恁遮拢真紧啊，因为第一批若过，第二批，因为讲唔免提什么证件，就用迄个身份证啊，因为咱审查真严的，所以我甲各位讲哦，你若还袂申请身份证的吼，你利用即届，你有时间对不对？去楼卡去填表，甲恁州长讲咧。赶紧去办啊！你讲无相片，咱楼下甲你翕上好啊！啊，你干那差一个啥？迄、那个户籍成本嘛，户籍成本你若唔惊啦吼，你若信任咱吼，你是个授权书吼，和咱个下下个办事人员，我甲你讲哦，你若去办，即嘛户籍成本是全台湾拢通个，拢会当直接给人请到啊！啊，会知我知影。啊，真简单啊，哪有遐难？啊，有个人讲，哼，啊，若请护照吼，会叫国民党掠死。若要掠恁吼，恁拢袂晓想呢，真正袂晓想呢。若要掠你，敢会先掠我？敢会通？你敢有抡得着？讲较歹势，你算什么啦？我算 A 卡啦，先掠 A 卡，你讲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你来拍手。哦，我讲你歹心嘛哦，下开生死我紧啊！我都甲恁讲过啊，我老早上课以前上课，我一年前我就甲恁讲啊，哪要甲你掠？你讲啊，我落迄个林某某、林志兴骗去啊，啊你无知个事啊嘛？你哈诈骗集团骗去嘛？甲你骗一千块啦！恁可能有个人，我唔知影讲你交五千块，还是交一万块，是交啥物人呢？你不是交予台湾民政府呢？你交予什么啦？予这个业主呢？你直接共带两工，有米批予你，还佫食十顿，你免开五千，开一万吗？我是怎甲你宣布？即届是高级班啦，后礼拜是二六期吼，二八期开始起价啊！啊，拍手啦！你赚到了啦！二八期开始，普通班，无啦，卖遐凶啦，去一千啦，六千块啦，嘿啦，啊有人讲我去较济，咱个副经理讲去一班啦，安尼，阮才有好处啦，袂使啦，吼，去一千就好啦，去一千个意思是啥？迄二十七期以前的人有一个荣耀啦，我五千块尔呢，你就要六千。啊，那迄高级班哦，可能一年后才有开啊啦。高级班啊，一年后啊，无就是爱等啦。美军啊，可比讲伫六月份、七月份之外吼，咱马上要补人的时阵吼，才有迄个高级班啦。啊，那高级班开咧吼，我看无甲收咧万五比赛，啊对不对？甲拍手咧！您家己同意的哦，不是我。啊，姚先生一脸足欢喜的。我跟你讲哦，姚先生若欢喜哦，我跟您讲一个好代志。这你真正爱拍手的。姚先生哦，我来跟伊讲，因为二五期顶回伊无上啦。啊，你即马讲哦，后摆高级班爱办公哦，啊，姚先生即马欢喜哦，这期的来当送一个价值一两千块的捕蚊灯呢。安尼好冇？甲拍手咧！哦，有人无拍手，我无要送啊。
搁一摆。我讲啊，迄捕蚊灯，迄真正迄、那个伫迄日本展览摕迄个第三名呢，迄真正真好呢，捕蚊灯真大呢，吼、哦，真大一个捕蚊灯啦。你有要摕无？有无？有。太细声啦，有无？有啦，好。安尼我，因为我来甲尤先生讲，啊，你有看到尤先生甲俄罗一个。我讲吼，尤先生真正吼足感心的啦。伊提供这个所在，予咱做训练班，吼、哦。啊，伊是经营民宿嘛。经营民宿本来就，你想讲咱遮收的钱，伊有法度无？伊有法度经营无？无啦。后壁直升机的停机坪佫开落去，佫后壁迄三层楼有无？迄三层楼宿舍佫起落去。我甲你讲吼。尤先生，伊若毋是真正爱台湾吼，伊无可能安尼做啦。你收遮个钱，有几啊期是了钱，你知毋知？真正是足甘心的啦。啊，伊是安怎出现的？我嘛以前嘛甲伊无熟悉。一年前，因为你知我四级咧演讲啊，啊伊吼，伊人足踮的，伊拢坐到上后壁甲我听。我刚才有注意讲，嗯，还有一个人吼，每一摆我来演讲吼，伊坐咧后壁咧听，听三届以后，伊来甲我讲。伊讲林先生，我有一栋厝吼，我愿意无条件提供予恁去用。那你听到这款话，你要相信无？你袂无？绝对不爱相信。你爱相信？甲我讲两三届吼，我看遐遮尔啊热心，我甲咱的迄个财务吼郑先生讲，我啊，无你甲看啦，伊来看遮看，哇，遮所在真好呢。吼、哦，啊，规栋要予咱用呢，我哪有遐好康诶？啊，真正我来吼，迄阵遮拢房间呢，遮拢房间。我讲啊，这吼、哦，这个所在爱甲做迄个教室吼、哦，但是这个做教室，你内底迄个套房拢爱降调呢。伊讲好啊，叫我落去讲，我唔敢。我就不理他卖哟，讲那个地方我就叫人负责。我甲伊讲啊，隔天讲伊讲，你明仔载过来，请十几个工人啊，讲讲掉啦。安尼有决心无？所以你若拄着尤先生哦，爱讲细声啦，我无甲你骗啦。我去迄个屏东的迄个优活饭店啊，住一暗偌济咧？不啊，万六啦，啊打折八千啦。我总理甲迄个啊做蔡基元啊，甲迄个参议长啊，哦，遮尔贵变啊，阮三个人客一间啊，真诶啊，阮才知影讲哦，哇，尤先生伊是有够凶诶，所以有当想讲，安尼搁共骗人也不好啦，所以我讲为二十八期开始吼，爱共起一撮互人啊，啊，你讲好冇啊？好。你讲好拢有目的诶，你要摕捕蚊灯啦。好啦，恁拢有捕蚊灯啦。我甲尤先生讲啦，迄、那个礼拜天吼，翕相翕了吼，家己去后壁领哈。不啦，我讲后壁是迄个仓库啦吼。嘿，伊每一个迄捕蚊灯真正真好，我无甲你骗，真正真好。迄网吼，放落去网拢了了了，嗯，非常好。咱来讲重点，讲收酷去啊。我讲美国国政府啊，即马申请表寄来，伊讲安尼，你们直接申请，甲琉球同款。琉球是美国的军事政府发护照，其实唔是叫护照，叫做旅行证件。旅行证件予琉球的人出国用啊。琉球的人要去日本，照常爱摕旅行证件。啊，旅行证件什么旅行？叫做美国。琉球民政府，所以其实台湾民政府的头前其实是美国台湾民政府，但是拄啊开始咱唔敢讲啊，我若甲大家人讲啊，台湾美国民政府是讲台湾美国军事政府台湾民政府啊，大家听无啦，所以一开始咱讲台湾民政府，安大家听有，但是实际上啊，真正的法理上的名称啊，叫做 U.S.。台湾 Civil Government，
所以我讲一个台湾民政府的顶头，哦，你看这琉球，你看琉球列岛米国民政府，有啊，有啊，就这啦。咱即马就是要摕这本啦。啊，你啊看哈，美国你配合无？有啊，有啊。伊最近这两天还搁伫咧啊，来二十几个讲要免签证，有无？你唔通袂记咧啦。AIT 顶两个月伊安那讲？琉球，啊，唔，琉球，金门跟马祖是中华民国的，有无？AIT 讲的嘛。啊，你讲中华民国护照发咧个地，讲要互伊去免签证，啊，金门跟马祖变啦。今日迄二十几个飞去金门啊？为什么？去观光啊？敢是？唔是观光咧？嘛唔是查户口啦，伊中华民国的二十几个，你甲因怪？伊讲金门妈祖是我中华民国的，但是歹势哦，美国不承认中华民国呢。所以我甲你讲，美国政府今日我直接公开讲，伊若敢予中华民国免签证去，我会搁甲告啊！咱无武器啊，咱上大武器啥？告啊！迄个是迄个的法律，啥物人定的？美国你家己定的啊，你要遵守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若让台湾民主免签证去啊，呐，应该的嘛。啊，当然已经讲好要让咱去啊，但是去，我都无护照啊，我无中华民国的护照呢。啊，我只讲无中华民国护照，啊，咧网顶有人甲吐槽呢，伊讲哦，哎，我欠税啦，中华民国哦。把我禁止出境啦，啊，所以我咧计生啦。中华民国有听到呢，一月十一过年前啊，中华民国内政部发一张文化啦，雄雄啊，台湾并没有被限制出境。伊要甲我写，我看我会出境无啦？啊，我哪出境啊啦？不可以回来的啦，流亡啦，我都无咧讲过。所以我跟美国说，你要叫我去可以，你要写一个切结书。当昨日美国有在说，他说这样啦，没你去啦，我没护照，我不爱去。他说这样啦，你就申请护照嘛。这个护照就是我现在你说的美国台湾民政府的护照。啊，拿这个护照，我若坐中华民国的飞机吼，伊会甲暗杀呢，飞机甲炸掉呢。伊讲安尼要安怎？我讲真简单啦，啊，你派直升机来甲接啊。啊，直升机要倒底接？中央会馆后壁迄地啦。你拢无去看咱后壁咧创啥呢吼？咱后壁嘛，其实咱听人讲，迄游行也足可怜的。咱若要创啥，伊就去创。无，你听我讲，啊，我未讲完，我会讲，你免烦恼。咱甲尤先生讲吼，美国讲吼，要派直升机来咱接吼，啊，起一个停机坪吼，要是要开几啊百万，空十五公分的，5000磅的迄个水泥呢，啊，头前你无，你拢无注意啊，你唔是老菜鸟呢，你是几啊摆来过呢，迄头前拢已经铺好，你袂晓看吗？你袂感觉讲这边人拢无同款吗？有无同款无？有诶人拢无感觉呢。以前来迄土脚拢烂糊啊，那个烂泥有啊，即摆敢有？后壁你有去看无？绝对无诶，卖甲我骗啦！你落雨啦，绝对无去看啦。明仔去去看卖啊！十五公分呢，水泥呢，要创啥？要互直升机停？美国甲我讲，伊讲安尼。我你家己讲直升机要来啊，你也来甲我停啊！啊，你若停，伊讲直升机吼，就是直升机，原来有一个塔台啦，对，很简单的塔台，爱互遐直升机啊，爱引导啊，迄个直升机的停机坪，迄个框框爱画一个 H 有啊 ，helicopter 哈，迄个 H 的位置哈，迄个经纬度啊，爱甲美国讲。因为美国若要来哦，迄直升机啊，设定以后啊，电脑设定伊就家己飞来遮啦。
啊，即摆飞来遮吼，伊嘛迄迄工，伊个驾驶员嘛来看，看要来降落，有来看。啊，那简单的，我塔台我袂晓啊，啊，你美国军事长你来做啊，他们要来。即摆直升机载，毋是干那我载我一个啦，我嘛无爱呢。我讲，你美国卖耍诈，甲载咪要载对哦，啊，他袂当转来，不可以。哦，美国倒呀！我甲美国讲吼，安尼啦，我要去的话吼，我边啊嘛有四五个啊，总理啦、参议长啊、顶遮的人，四五个，我四五个做一起啊。啊，你还阁写一个切结书给我？吼、哦，你切结书给我吼，啊时间你也无爱还我转来吼，我就甲你公开呢，你比美国绑架我啊！啊，这样吼、哦，伊拢会同意啦。你卖甲我搞就好啊啦。所以吼、哦，各位，咱最近的速度进步有够紧。讲到日本，迄参议员来提出这点，日本政府若回答了后吼，日本的政府就有权力介入南海啦。你听我啊，美国人伫生下，日本人伫生下，我看得清清楚楚啦。但咱台湾人唔知影，但是今日民政府这人拢知，拢听有啊。所以你唔通看迄个参议员提出来，迄唔是参议员哦，无意中提出来呢，迄是拢有计划，即演双簧呐。日本政府绝对出来讲哦，没有，我们没有把台湾交给中国，我们上迄个啊，做吉田茂前呢。前的那个首相吉田茂1963年写一本 The War in Japan， 说我们没有放弃台湾主权，我们只是放弃主权权利，是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管辖权而已，日本天皇还在条呢。所以我们去跟日本天皇门在门在、啊、他出来跟你挥挥手，他说、哦、我同意我同意、啊、所以美国说哎、欸，我你吼、哦、鬼头鬼脑呢，啊，我都将相片啊、迄影片那个给因看，我讲真正日本天皇同意啊，我给你看，你若看伊底啊，我同意，我同意啊，啊，咱的旗啊嘛，有历史以来，日本的皇宫拢是日本的国旗才会使呢，头一摆含美国旗都袂当入面呢，咱民政会旗啊入面。我跟你讲，这咱咱嘛用一个布呢，用什么布你知无？无唔对嘛，敢那偷只布嘞。咱去拜托吼、哦，第七任的台湾总督叫做明哲，伊的孙啊，咱去个拜托，我吼、哦，咱迄个日本的迄、那个日本天皇，咱有印日本迄个建国神迄个旗啊有啊，迄本有啊。是安那要甲日本天皇，迄个接受的话，摕一本，咱本来足规矩的呢，用毛笔写。日本啊，用毛笔写，安尼较正义啊。咱可能吼，咱的头壳内底无迄个日本天皇，其实日本天皇是伫日本人的心目中足大足大呢。日本时代啊，听到天皇哦两字哦，都立正呢。如果上过就嘛有人呢，蒋公哦，够嘛立正呢。靠呀！要做皇帝，迄无成啦。人迄日本天皇，人迄就无同款啦。迄阵日本时代的时阵哦，爱向日本哦，再时起爱甲行咧。你咧，但我咧讲这是的意思讲吼，日本天皇伫日本人的心目中啊，非常崇高啊。所以咱就用毛笔写。啊嘛，即个要提予伊吼，啊即个明朝吼，咱去啊拜托，讲哦。你可以找給日本天皇看嗎？啊，日本天皇去看，啊，看了後二三那一天，我跟你說，你就很趣味的，二三那一天，本來我們150個要入的時候，我們是分作五家的遊覽巴士，150個實在不用五家，是怎樣？氣派，那天我還跟他要求，你要用新車喔，攏總新的遊覽巴士，你問他去參加，你看有沒有，是不攏總新車呢？五只足水甲摆咧，气势呢？
白的吼，啊，即摆日本天皇遐吼，第一关哦，迄警察吼检查的时阵，看到咱民警会机啊，讲 no， 这个妻子不能进去。到第二关哦，内务啊，日本的皇迄、那个皇宫的内底内务厅啊，打电话来，会使哩，提议啊，日本天皇同意。哦，总理偌欢喜嘞，看见摸，大家分啊，一人一支啊，摸一遍。所以咱才有这个地位呢。啊，这国内真趣味哦。咱进入的时阵哦，警察底下哦，因为人遐是排一工搁一暝呢，底下哩当落水呢。啊，咱是水搞到水入面呢，但是水入面到迄个所在的时阵哦，把咱冻起来，互因先行。原来先行是要创啥子啊？安尼拄啊，再拄拄啊，互咱150个拄啊，徛伫日本天皇的头前30公里、30公尺的所在啦。30公里就免去啊嘞。你看，哦，你有看哈、哦？这就迄天吼，迄镜头，未歹呢。我咧讲啥吼，就马上拢看有些足够的吼。这个多谢咧王先生啊，甲拍手嘿。王俊凯，伊算反应足紧嘞，我若讲啥，马上影片你都看好。所以吼、哦，咱安尼行，这是要入去日本天迄、那个皇宫吼。咱行日本天皇足高宅嘞，宅甲拄拄啊好，咱去迄个所在，互咱拄啊伫日本天皇的头前30米的所在。所以吼、哦，即马一个日本天皇出来，大家万载万载的话吼，啊有足侪咱的动心吼、哦，足感动的啦。咱的总理就足感动啊！讲你哦，伊讲吼吼，我看遐尼感动哦，目屎哭哭嘞，要画满载都画不出来。哎、欸，你唔通你唔像你今年你家己去看麦啊？真正你也画不出来呢、欸，因为正尼久以来，台湾人头一摆，甲日本天皇正尼啊近的距离来去甲看。各位，日本天皇若甲咱同意以后，一定给我们台湾主地，而且这个主地我们把它修改日本的宪法，简单的修改台湾总督变成台湾民政府，将、啊、台湾选出来的人叫做总理、啊、由日本天皇的任命、啊、这个台湾的总督我们修台湾基本法的时候新法就修了，台湾总督和日本的台湾的总理和日本的总理啊，表面上他们比大收税啦。台湾总理因为像日本天皇直接的啊，啊较大一叔叔啊，安尼好唔？好。我跟你讲，今日恁这啦受训，恁在这拢原来有参议员，后摆就吼，会记得我跟恁讲的，较大一叔叔啊得，会无唔对？啊！日本若做了，咱会甲日本天皇讲啊。那日本做唔对，我会甲纠正。迄个时阵啊，日本改名叫做台湾。哎、欸，你唔通，你若想讲，我后边讲呢。啊，无台湾日本，啊、较大就都头前啊，较小都下骹。台湾日本，啊，你有同意无？嗨啦嗨啦，无一般人拍手啦！啊，若会当真正会当照咱的意思吼，所以我甲你讲吼，台湾人后摆非常有钱呢，真正非常有钱。像即摆中华民国伫带咧等，真正伊伫带咧等。即摆中华民国就是伊管站的吼，拢足清楚的。下骹站即个推阿面哦，包括一挂台湾人哦。推下面的吼、哦，搞不清楚啦。啊，叫是遐中国人是因老爸共款，拢唔对啦。法理上来讲，台湾是甲日本，所以你个想看卖啊？中国更拜讲，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这我别讲诶。啊，中国要管台湾有可能嘛？无可能。伊若真正敢拍台湾，日本的自卫队有讲嘛？我448小时内底，将中国伫浮伫水面上面的船只全部消灭。这日本的主义就讲的啊，
伊有迄个气势啊！你敢知影？现主席日本诶航空母舰2.4吨诶，明年要出来。当伊即摆已经有两架啦，伊要做六架。因为伊诶宪法甲规定讲，伊袂当做伤大只。日本诶，哪有够好呢？我袂当做伤大只。航空母舰主要要创啥？你敢知影？要载迄个战斗机啦。啊，战斗机要载战斗机，有一个跑道有无？迄、那个遐尔大只，主要是要战斗机滑，迄、那个滑行用的啦。人日本讲安尼哦，安尼我有法度 F-35 垂直直接起来，啊就飞，唔免跑道啊。所以美国做一只航空母舰59亿，日本做一只唔免20几亿尔。啊，日本做个飞机照常用 F-35。直接起降，直接来飞。我跟你讲哦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买一只2000万尔啦。美国一只航空母舰59亿，爱买一只2000万。啊，即款伊讲台湾人惊到要死啊！哦，中国有航空母舰哦。我跟你讲啦，迄只航空母舰啊，真正有法度出来作战的时阵啊，爱2018年啦。2018年还阁不停哦，伊迄个飞机降落的迄个锁啊有啊，拦截锁啊，伊无多做啦。卖讲拦截锁啦，伊若钢板啊一地歹去吼，要补迄个钢板，伊都无多做啦。我明仔载吼，将迄中国的上校啊，空军上校叫做戴旭的文章谈互恁听，恁就笑死。迄人真故意呢，所有的缺点拢讲出来。所以明仔载考上了，迄戴旭吼，也去用免职啦。啊，有个人讲吼，邀请戴旭来演讲，哦，很好哎。迄个推案面哦，真正写甲清清楚楚啊！你明仔载读了，我已经相信你，应该家己当去先去看。恁会笑死，我无甲你骗。我若阁甲恁说明咧，吼，清清楚楚，什么叫中国？各位。美国对中华民国免签啊，所以一直讲哦，迄、那个牛啊、牛马的代志，甲免签是两回事情。所以，那照美国国安甲我讲啊，中华民国要免签啊，是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很简单呢。第一，美国的国安局不同意；第二，美国的司法部不同意。谁让司法部同意？烂啦烂啦！司法部迄当阵九月七八，2010年，咱九月七八，咱去美国的时阵啊，司法部冇派人来。啊，你司法部你家己判决的啊？你家己判决讲，咱台湾民政府是受害者，台湾民政府的人品人权没有得到保护，你美国爱不保障我们呢？啊！你已经甲阮讲啊！你讲叫我去申请个身份证，啊！你要予阮用身份证直接进去美国，不用签证，迄嘛是甲咱讲个啊！啊！即摆演变当然希拉蕊嘛是对啦。本来希拉蕊去甲伊美国国安局讲吼，要予中华民国免签证吼，国安局 no， 一下甲否等于呢？啊！希拉蕊去靠迄个奥巴马听，昨日吼，希拉蕊阁去甲奥巴马见面，啊，毋知讲啥。不过免烦恼，搁免几工，我就知影伊在讲啥。我讲咱嘛较巧咧，咱是台湾人咧，本土台湾人咧。美国的每一个单位互相吼，无一定足好个咧。袂像 AIT 是国民属于国务院的，啊，即国务院含中华民国的 AIT 是真好。啊！但是咱是属什么人？军事政府是属啥？国防部呢？美国跟我讲一句话：你有没有看过星星掉下来？我上台听无呢。星星掉下来，有啊，流星啊。伊讲哦，这个星呢、啊，这个星呢、啊，你敢捌看到讲四粒星，拔两粒，两粒，
无啦，星星未搬的啦，但是总统是四年换一摆啦，所以美国真正的政治是啥物人咧控制？军方啦。哦，我恍然大悟，听得足爽诶！安尼国务院甲咱管管啊，管个好，你讲对不对？哇，全世界大概无一个所在去用占领，讲请咱遮欢喜诶。所以你甲想看卖啊？你台湾要建国吗？你要建国吗？我是无爱啦。我老早这个论述拄啊开始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知影，但是我唔敢甲人讲我们不会建国呢。我迄人讲不会建国去用骗呢。迄人吼，台独的气氛偌尔悬呢？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是我甲你讲。我问你，你主权独立，你即摆伫拼啥？你民进党伫拼啥？莫名其妙。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，是啥物人甲你拍？是美国甲你拍呢，毋是中国呢？中国无脑塞啦，你免烦恼。明仔载我读个文章互你读，你就知影讲中国哦，捡去边啊啦。中国内底嘛是一塌糊涂呢。薄熙来最近出代志，迄、那个王立军啊，伊个副市长啊，走去美领馆啊投诚。薄熙来啊，听讲明仔载伊讲要出来，伊嘛伫人大嘛。啊，因为迄个薄熙来两天无出现啊，他头一天有出面，这两天拢无出现。薄熙来是啥物啊？伊是坚持哈、啊、共产主义啦，共产主义啦。伊要唱红歌，唱红歌是啥？就是唱共产党的歌啦。要坚持，伊讲即摆吼，现就是中共吼、哦，已经和资本主义吼、哦，去还腐蚀甲差不多啊啦。你想看卖啊？资本主义对遐共产党个真好啊！因遐富二代、遐第二代吼，大家拢优势势呢。你知影共同个宪法内底还佫规定哈，私人财产是不允许呢。所以你台中是绝对死，你私人财产嘛。啊，啥物人才会当有私人财产？高干嘛，共产党个人嘛。所以你甲看，迄大 S 嫁一个叫做什么王小飞有啊？哦，讲有几啊百亿、几啊十亿有啊？迄拢假的啦，迄拢啥公家的啦。啊，你唔相信？伊若要买一啊啥物，若去互人家检举，伊就吐去，我不爱骗。伊若讲嫁甲真好，伊若拢歪生，足有钱啊，哪会歪生？我先来讲两句啊，讲吼。也许我等到下一个男人，我那好个要等什么下一个男人，这个就真好啊，渣男呐！啊，但伊拢是中国人，你个看咱的演艺界人员拢是啥？中国人。马英九的内阁70%-80%拢是中国人，台湾人看无呢？伊根本看你台湾人都袂起，马英九是补上入去建中的呢，跟我同届啦。我也是哭到要死，才入去建中呢。伊是保送，迄我哩改吼，建中的正处吼900+个，入去讲甲你编入四班呢。我较算24班啊，一班50个就1000+个呢。啊，那900个变做24班是安那算的？原来迄科是啥？保送呢？我跟你讲，即摆我开始啊！即摆遐中国人保送来台湾啦，保送去建中，保送去台大啦，后摆遐啦，都要做你的总统啦！你看有无？三流你管咱一流的啦，看到生气呢？伊数学无及格呢，48分呢。我讲实在啊，我讲的我负责啊，无你去建中，你甲查伊的记录，你靠因老爸才免落地呢，伊嘛毋是调台大呢。调淡江呢，搁加分呢。啊，这台大呢，台大的法律系，敢若一个人考不掉律师啦，名字叫做马英九啦。落摆搁是国民党的奖学金去哈佛呢，哈佛毕业的，敢若一个人无跳考掉律师呢，名叫做马英九啦。
我刚刚看到讲吼，伊讲伊的论文写什么钓鱼台是谁的？钓鱼台是中华民国的。我讲迄个人，迄款读册方法啦，零分呐、啊。中华民国的外交部，这年来底叫我去两届。哎，林先生，你有研究这个国际法哦？啊，这钓鱼台上的，叫我去外交部啊，请我吃饭呢，两届呢。哎，那两届，伊他一届我袂甲讲。你请我吃饭啊，吃一摆我就要跟你讲。啊，第二摆我再甲讲诶，我你听好清楚哦，你不能听一半。我甲讲，钓鱼台1895年马关条约第二条来对讲，台湾跟台湾周边群岛跟澎湖安全。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，所以周边群岛，你知影迄个时阵啊，伫1895年5月初八的时阵，6月2号点交的时阵啊，中国的李经芳就是李鸿章的后生，和日本台湾的总督第一任的叫做华山之计。点到的点三天呢，在横滨湾顶面点的36个岛，一个一个点，就是其中有钓鱼台。所以钓鱼台谁的？台湾的啦。但是台湾谁的？日本的啦，日本天皇的啦。啊，所以钓鱼台谁的？日本天皇的啦。日本也是土鸦民。日本土鸦民改讲啥呢？因为1895年1月，我们日本已经宣布钓鱼台是无，钓鱼台叫做神卡库啦，尖阁群岛啦。神卡库呢，我们宣布它是无人岛啊，日本去它占领。所以中国跳出来，以为都跳出来。No， 我根据我们的历史上啊，我钓鱼台真早就台湾哎中国人去啊，土鸦民呢，何必要讲迄个啥？你甲讲4月17、4月17。马关条约你签的啊，你已经挂好日本天皇啊，不要再讲了，这个案子已经结束了。钓鱼台嘛有啥酒油啦，知道吗？所以后摆这个是宜兰的啦，宜花东洲的啦，你若想甲巴结的，我跟你讲，这派出所拢是宜花东洲的啦。我跟你讲，你对这台湾这历史这地理嘛足清楚的，了后你才我都来做判断。啊，不是讲哦，中华民国的报纸写写，啊你就写。No， 伊是拢用啊用感情的啦。你想看卖啊？那用感情的吼，我跟你讲，总统我听讲阮兜的，对不对？对哦，你个小太阳，安尼好啦，国宾饭店阮兜个，你个想嘛？敢若我定来上课的时阵，我咧讲哦，国宾等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个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绝对唔对嘛！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个，唔对嘛？阿伯问你咧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对不对？不对，当然啦，不对呀、啊，所以宽政啦。在不在？啊，就是哦，所以民进党也好，拢用遐政治的口号甲你灌。哦，你是台湾人，所以你都要转给民进党。啊，无你是卖台，你就怎啊？凊彩伊讲啊，你来看卖哦，你伫只上课看你变做偌巧就好啊，对不对？你若无上课啊，你真正唔知影啦，我无骗你啦。你如果没有上过课啊？你照常个戆戆啦，因为气氛就是安尼嘛，整个台湾的气氛就是安尼嘛，甲你鼓动你的啥，你的民族感情。国民党是甲你讲，台湾人就是中国人。啊，那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哦，我甲何瑞元甲讲哦，美国人就是英国人，我昨天叫巴，我甲你讲。台湾人那是中国人啊，对一点是中国人，别说对一点啦，
学艺嘛，不是嘛，不是伊个呀。所以你个看卖吼，生活伫今日的台湾这个时代啦，台湾人看有偌苦咧，就好啦。你所看电视，你也看。我刚甲你讲一句话，电视台咱本来嘛就想讲安尼好，来电视台来甲买，甲买时段，虽然无钱啦，啊，大家来捡钱。一点钟讲爱一百万啦，一个月啦，来捡两百万啦，捡三百万啦，来甲创三个月就好。啊，若互我去甲三个月甲讲了，啊，若无倒，我就随在你。结果吼，遐电视台直直听讲，咱要甲买什么，都讲好好好，我卖给你。主持人是林志升。哦、oh, ，no， 听到林志升，我敢那听到鬼耶！我讲朱有秀不嘛呢？朱有秀被总编辑嘛甲讲，哎，林仔，我足爱用你的文章，但是阮开会哦，阮顶头开会啊，你都唔是支持中华民国，你是要贬中华民国，我袂当甲你用啊！所以你叫讲朱有秀不是？啊，做台湾派 ？No， 中华民国派啦！我不给你骗呢，所以你也看民进党迄个啥，迄个民视嘛是同款呢。民视诶，即个卖讲蔡总统啦，蔡总统同款。你甲看伊民视诶新闻部诶经理，啥物人？中国人啊，陈刚信啊。你甲看所有媒体即个记者。大部分都是中国人，所谓媒体内底，所谓迄个影剧界，大部分拢中国人，70%-80%，我无甲你骗，你会当去甲查。你若台湾人，查甫甲查某若生了较水、较缘投的吼，我甲你保证，你绝对甲你搬去边啊啦。敢若有真少数，伊要甲你做样本呢，是林志玲，迄阮小妹啦。不是假啊！你们真正相信我讲的，因为哦，甲我差一年嘛，对不对哈？我跟你讲哈，所谓演艺圈。嘛是同款，你若查甫查某台湾人哦，生了较水较缘投的，我甲你保证绝对甲你变起来。啊，若台湾人伫演戏哦，拢互你演啥？查某囡仔啦，苦力啦，无水准的啦，食槟榔的啦，小拍的啦。啊，若伫演老爷啊，大员外拢是中国人啦。哦，我捌做过。环球电视台总经理，我足清楚的啊！我跟你讲啊，真正足可怜的啦，台湾人真正足可怜。啊，但问题台湾人唔知啊，台湾人就是讲，家己是建兴国，伊中国人甲你怪啊。所以你甲看吼，即摆遮少年啊，博士生哦，博士生哦。我捌一摆十二个博士生和我伫开座谈，我第一句个问讲哦，第二世界大战台湾怎样战输？怎样？啊，谁轰炸台湾？日本啊？为什么？八年抗战啊？哦，我是怎样哦？你看嘛，这轰炸，你看这台湾的人民，台湾人啊，民屋舍啊。台湾人民屋舍被炸掉了，这是美军炸的呢，不是日本呢。你也看没啊？吼，1941年12月7日，中华民国的蒋介石在重庆对日宣战。啊，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投降，激战偌久？有四年无？无啊，三年外尔。啊，八年是为对来，伊安那道理知嘛？伊从1937年77事变，迄当阵就开始盛气啊！人日本讲哦，你没有宣战不算，国际话嘛讲没有宣战不算啊。
所以日本公安啦、啊，没有，我只有进出中国，税。啊，怎样？无酸碱啊！建军就是哎，正式宣战，你看人奥巴马一宣战，还是不惜宣战，还从宣战开始。啊，结束的时阵结束，那嘛一定有一个宣誓讲结束。所以日本讲，我只是进出中国啊，这是傲的啦。不过咱日本人哎，同意。哎、欸，爱、啊、中国人对咱安尼讲，咱袂使安尼讲。你看最近那个名古屋的那个市长，顶礼拜甲讲吼，南京大屠杀没有这个事实。哦，中国起起来呢。而且你去的时候，那大连的，那个也做，那个人民，大连的那个人民，人民代表啊，那个人大的民，那个代表啊，也无退席啊啦。你若讲无甲承认，你就站起来离开就好啊嘛，没有啦。跟他讲哦，啊，那个角度不同啊，迄等于一种享受你的。你想啦，伊讲两天啊、三天内底有台死300万人，啊，30万人，你要相信无？战争的时阵有一些死伤，我们同意。啊，就是有一些死伤哦，你去讲怪讲人屠杀哦，我们不能认同啊，因为我唔是中国人，我会当安讲啊。啊，你即马大家都记过去受的教育，讲咱是中国人呢。啊！即马甲你讲屠杀，大家对日本人足气的啊，变成反日啊！一个司机，计程车司机，去红拍，迄反日反了，甲迄款程度你有看无？欸，台湾一尴尬嘛，你相拍你无看？到前迄边安尼，嚯，夭寿哦！各台直甲连，直甲连，直甲连。我甲你讲吼，那未撞伤的不成立啦。欸，我是读法的呢，那种是伤害而已啦，啊，伤害可以判多久的刑，我怀疑啦，几个月啦，一颗罚金而已啦，啊，民事而已啊，这样而已啊，没有错啊，就是民事而已啊，啊，如果和解就没事了啦，啊，你看他不甘啦，那个反日坦白说，我们要负责任啦，我们去拜日本天皇啦，不给你骗人，咱来负责任的，是安怎讲嘞？咱去拜日本天皇以后，北京大学的孔庆东啊，在迄个香港讲啥？伊讲啥物话？你敢知道？香港人啊，是条狗呀、啊！台湾人不是人呐、啊！台湾人竟然有一小撮的人呐、啊，要去跟日本讲统一了，啊，不是讲咱讲啥？咱甲日本本来就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！你唔通搞错呢？你唔通从迄个中国定义讲中国是，哎，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看下你头壳内，迄个铁条！咱真正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是甲日本呢，这国际法规定的，唔是我讲的。啊，即嘛，日本的参议会已经讲啊，迄个山谷参议员站出来讲啊，问日本政府。照道理来讲，伊今日要回答啦，但是到今日为止，他还没有回答啦。因为我还无看讲伊安怎回答，但是我已经知影讲伊要安怎回答。因为日本政府也讲，我对台湾的主权没有放弃，我只是放弃主权权利。按来讲主权权利啊，我就要问。啊、我台湾人的国籍你也把他拿掉，那害我变成没有国籍啊，这我感觉是你演双簧啦、啊、日本说的美国就在做啊，美国来做我们就这样，我们好像是我们现在台湾算很大呢，拿一个皮鞭啊，你跟美国问美国什么，你要说话啊，喂，你占领啊，你不用说话吗？你要讲啊！啊，那直直甲逼嘞，逼嘞，逼到尾啊！哈，台湾人就出头天啦！啊，你讲好冇？实在是阿别讲煞啦，
想要搁讲啊，不过我明仔有四节课，明仔早起八点到十二点，恁要搁通听哩啦，免烦恼。今日到这就好啊，下骹有点心，下课。起立。下课。